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会觉得，哦，你上我替你开心。可是有些人就难免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爬山你们不需要我。练习的时候，真的很多在嘴别人，有时候的那些嘴，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是有帮助的。想用开玩笑的方式，觉得大家不会走心，可是有些人是像我，我就会真的走心。我应该为团队争取一些什么？你们看到我可能在空气这样部分，我也是为了我们 Red Fire 去跟绿队去跟裁判来做一些 argue， 甚至一些比较不合理或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队，因为你们每一个人，我很值得这样去做，都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往前走。对，我们大家的每个利益，然后我都会为大家去争取。上场这一块，我觉得要调整是，我不知道是要我们自己决定，还是我觉得如果是小杰哥可以帮我们下决定，我们就会服从。对，就是在决定队员这块，男生也是，女生也是。我觉得因为大家心里其实都很想上场，可是呢，在这个时候大家不想互相争，因为我觉得可能让他上让他上，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会觉得，哦，你上我替你开心。可是有些人就难免心里会觉得说，为什么？就有些可能会对某一些地方是不服，或是某一些项目。所以这一块我觉得可能我们要想一个方法，是要服从小杰哥的指令，还是要怎么样？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讨论出来。我知道大家的就是有时候我们私下都是很欢乐的，很开心的。我们在不管在训练，或者是我们私下自己的聚会，可是我发现是我们在练习的时候，真的很多在嘴别人、嘴对方，然后有时候的那些嘴，我不知道那会不会是有帮助的，然后甚至有时候带一些攻击，就是有时候其实人家说的开玩笑里面。maybe 三分真，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感情好，可是有时候那个界限的拿捏还是要有。我有一度在前面有点觉得我在这个队是废的，这样子就是好像你们不需要我这样。不可能，你需要我们就可是我知道你们全部都很疼我，可是还可是还是会有一点点这个感觉。其实我一开始以为是我自己有问题，是不是我太脆弱还是什么，可是然后我就觉得我需要找一个姐姐来讲出来，然后才发现原来姐姐们也是有这个感受。就是怎么讲，就是我觉得在这个团队每个人的声音都很重要，然后我会比较希望就是看看可不可以请小杰哥，就是以后可能在以后可能在就是决定谁上场啊或者什么，就是可能我一定绝对服从领队的任何安排，就是这件事情是绝对的。对，但是我觉得因为现在状况有一点像是每个人都想上场，每个人都想要有机会表现，可是有的时候可能有些人机会比较多，有些人机会比较少，让会变成内部会有一些，就我会希望大家是一起拼命练习，每个人都拿出自己最努力的样子，然后去做到最好，然后让小杰哥为难说不知道到底要选谁，而不是说就是可能就是可能就已经我们自己已经先决定说哦可能就一定是谁，或者是对。我觉得那个一定是谁，我觉得是现在我们团队，可能我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就是努力练习，而不是先去决定说谁先去做什么事情。然后还有就是可能在某些时候当有团员们可能失误或者是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在看，就像七刚刚提的，就是嘴这件事情，我觉得是会造成很多人会有就是他没有做好这件事情已经很自责了，然后当大家又会把这件事情可能有时候因为可能就像讲太松或是什么，然后会想用开玩笑的方式，觉得大家不会走心，可是有些人是像我就会真的走心，我也会很自责我的失误，可是当这个失误被大家拿出来可能当成是笑一笑啊，或者是就嘴一嘴啊的时候，我觉得我是属于那种
需要用别的方式让大家可以提醒我说我这个失误是下一次我可以做什么样的改进避免这个失误发生，而不是说当我发生这个失误了，然后你们可能觉得就是嘴一嘴笑一笑什么，然后那样会让我更觉得那我下次是不是我不知道我该调整哪里，我不知道我该怎么样做去改善这个失误，我也会觉得那你们今天这样说是不是我真的就是这么差这么不好这么没用，所以每一次可能我想要争取表现，或者是可能我真的觉得我很努力，我也觉得我可以做到很好，可是我没有足够的自信心去站出来说我可以，因为我会觉得可能也许真的在发生那样状况的时候可能大家的反应也会一样，然后我还是不知道我自己该改什么，我该做什么样的改变避免在场上失误发生率让它降到越低越好，或者是我该怎么样去改善可能譬如说像祖磊跟乐乐棒一样的东西，可是虽然我没有上场嘛，然后我会觉得那是不是可以擅长的人，或者是可能像队长很清楚规则，或者是像魔君一样很清楚规则的人，能不能从旁边告诉我们，然后跟我们说一些譬如说能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在场上这样的变化跟这样的问题出现的时候，我们能怎么做？那我们一定是我一定是会想要尽全力的去跟上大家，然后可以改善这个事物。就是因为我现在的状态是没事，我觉得现在你们真的都有讲开。对，就是我现在的状我现在在女生的世界好麻烦哦，女生的世界好麻烦，我没讲。就是你们男生自己也自己去讲，我们男生超欧，我们要求进步的。你们好棒！来，我觉得我们今天都把内心很多真心话讲出来，那大家以后就会更了解彼此。那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四个月，虽然对人生来说不是很长，但想必是一段很重要、很美好的回忆。那我们就很珍惜每一次的练习，很珍惜每一次的比赛，很珍惜彼此的感情，我们一起努力加油。从中过程中我也觉得第一季第二季其实我对我自己表现也不是说非常的满意，那在第三季我觉得我应该为团队争取一些什么，那包括我可能在你们看到我可能在空气降部分，我也是为了我们 Red Fire 去跟绿队、去跟裁判来做一些 argue， 甚至一些比较不合理或是怎么样的要求。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团队，因为你们每一个人，我很值得这样去做。我想要大家能把这个气氛全部拉起来，我觉得我们需要一个心一起去往前走。对，那。我觉得我现在做这样这么做是为了团队，为了想要赢，为了想要去表现，就是看我有没有让我们可以心再更凝聚力一点。所以我觉得今天过后，大家希望想看看，就是为什么真的要来全民运动会？为什么我要这么做？为什么大家想把这些问题说出来？为的是什么？不要去在意某些人的什么。因为怎样，所以我们之后会变成这样，我们不必要，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往前走。对，我们大家的每个利益，然后我都会为大家去争取，然后希望信任每个队友，然后信任你队，然后我们一起走，不管结果是怎么样，好吧？我的